小五，你还记得吗？三年前，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那是上学的第一天。那时的我们两小无猜，我在意的是在哪里睡，你就比较成熟了，你在意的是跟谁一起睡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导演，这种戏码可好些日子没有见过了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充满了惊喜，可萌可遇，还有着魅惑魂技，胆大心细，还能 solo 老色批，是你让我知道了作为一名魂师拥有好腰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我拼命的练啊练，练啊练，就是为了可以有可以跟你匹敌的好腰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爸爸说了，发力呀，还是得从小腿肚子发力才够劲儿啊，不然这个乱披风啊根本用不了。你的头发又长长了，更漂亮了，更飘逸了。还记得吗，当时我帮你梳头，你说上一个帮你梳头的是你妈妈，我当时心里还骂骂咧咧的，心想这该不会是个诅咒吧，谁梳头谁鸡鸡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主角命，不会那么容易鸡鸡的。你的眼睛也更漂亮了，像宝石一样璀璨，能照进我心里，触碰我的软肋。我最看不得的就是你的流泪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还是觉得吧，紫极魔瞳比较酷炫呢，紫色大美瞳还可以进化到紫极神光，我 biu。 现在好了，不用再怕失去你了，你已经作为魂环成为了我的一部分，某种意义上讲，真的再也不用分开了。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吧，用着我的眼睛一起见证我的崛起，见证唐门的崛起，见证斗罗大陆的崛起，